各位网友，你们好，周末又到了，谢谢你收看《芝加哥看天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还是要跟我的老搭档、资深媒体人，也是这个退休无业人员，老孟呢，我们八卦一下上个星期可以八卦的新闻。老孟你好，哎，你好，我们王兄。你坐在那个大沙发上，看着好舒服啊，给我们大对，家来这个沙发是稳如泰山，对呀，而且很有一副那个范儿很好啊，而且那个房子也很漂亮。我们今天呢，还是从先不要从康，一是你在康州，我们这个芝加哥看天下，从芝加哥谈起吧。好。我先跟你讲过，你反正到芝加，你来过芝加哥吧？以前，来过了，好，我你知道我们芝加哥的地铁呢，我们不是虽然说是地下铁，但是在芝加哥呢，它是地上铁。导播，你给我们播一个，就是拿一个芝加哥地铁的那个照片吧。就我们的地铁是在上面，我们英文呢叫 L elevated train，而你到了这边问 subway，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要问 L 才知道。这个在这个地铁呢还是比较发达，我们这个连贯整个城市的地铁，有一条地铁呢是从机场到市中心。你现在如果是不愿意要省钱的话，不愿意去乘出租车的话，你就坐一个地铁花5美金，然后呢就从它一个我们叫蓝线，它直接从地铁呢从机场一直送你到城市中心，到市中心呢大约是40多分钟的这个路程。花5块钱，现在呢，这次的那个 Tesla 的那个创立始人这个 Elon Musk，他这上个星期呢，跟我们的芝加哥的市长刚刚签了一份这个协议，准备呢在芝加哥要建一个超现代型的这个地下铁，是真正的地下，它地下挖的这地下铁，从机场呢到市中心只要12分钟。而且那个导播，你再给我们放一张照片吧。而且这个很现代化的，据说的我们一般的地铁是在横向的这种行驶，对吧？就这个地铁既纵向也横向，也就说的是在地下挖得很深的时候，这地铁就像那个我们坐的乘坐的这个升降机叫什么？就是 Elevator，Escalator。Escalator 一样，它直接就那个电梯一样的，直接冲到地面，然后下载人，然后再降入地面以后，然后再把人送到。所以这个呢，大约就是这几年他就准备要运行。是我们芝加哥的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芝加哥的市长他是一个比较过去是奥巴马的一个幕僚，也是脾气比较暴躁，而且但是也能比较肯干的一个人。他这次签了合同以后呢，他感到更欣慰的是，这头一笔的这个建筑费用呢，这个伊朗马斯克说他自己要先付。哇，然他后，这个普通地铁都要盖的话，要花很多年呢。对，他10亿美元，要花10亿美元。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在地下钻洞啊，这是要花很大的精力和这个财力啊。但他先说的是要花10亿美元，先计划了10亿美元。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说的是哪一年能建好，我估计可能也就是等我到时候进了养老院的时候，才能建好。十但年十是，五年是但是在是这很个目前来说是比较对芝加哥来说还是比较振奋人心啊，因为他这样说，因为现在各大公司都搬到芝加哥的市中心，他这个建成以后势必是有很多的优势。那个价格呢，从5美元将会涨到25美元，跟芝加哥的其他项目一样的，他开始预测是10亿美元，但是估计到最后来说的话，也是肯定要花销很大，而且是一个很昂贵的一条地铁。你看看，就几英里的十几英里的这个距离吧，他就花这么多的钱。所以呢，我们这就期待着这个新的消息再出现。还有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很多观众，华裔的观众可能比较关注这个，就是我所工作过的芝加哥大学呢，上个星期也出了一则新闻呢，它从明年开始啊，就是你知道这个所有的中学生在入大学之前都要考那个标准试验，叫 SAT 和 ACT。从明年开始呢，这个芝加哥大学呢就对这个 ACT 和这个 SAT 的这个考试，这是美国国内的学生啊，他这样的话，他就把它成为一个选择项目，而不是一个必要。你在这个申请学校的时候要的材料，这个就是个选择材料。如果你觉得你的这个 SAT 或者是 ACT 考得不理想，或者是你觉得你的这两个这个
分数呢不能代表你个人的水平，你可以去提交其他各方面的资料来证明你这个人是学术很优秀，或者是你有很多在其他方面很多才能。这其中还可以包括你还可以录像，可以录2分钟、5分钟的这个录像寄到这个学校里面去，来展示你的各种各样的才能和讲述你的这种天才，就是说为什么你能够适合。所以呢，这个芝加哥的这个他这举动呢，主要是为了说的是什么？为了一些就是平衡一些，就比如一些少数裔族，或者是在那些这个在芝加哥比如南部地区比较贫困地区的这些同学学生呢，也许呢他们可能在这个SAT 标准考试不灵。不太灵。那么这样，但是呢这个呢另外一个就对于这个华裔学生来说呢可能是一个不利的一个条件。因为我们华裔一般来说在这个标准考试中间都是分数是很高，特别是 GPA 啊标准考试方面是很高的。我今天看到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华裔在告哈佛大学的这个歧视案中间呢，他就讲到说，一般的收取的华裔学生或者是亚裔学生中间，他们的 SAT 和 ACT 的分数呢都很高，但是呢，他们从人的品格和就是这个叫 likability 叫什么，就是待人处就是比较能够跟招人喜欢这方面的分呢，可能就比较低一些。就芝加哥大学呢，这个他的这个举动呢，无疑对华裔可能又产生更多的挑战。所以呢就是芝加哥大学是以前呢就美国有各种这个小的这个学院呢都已经开始实行了这种方案，但没有这个正规的大，没有不是正规大的这个研究性大学，就是著名的，就是综合性的这个学院的著名大学，就是对都没有这样名牌大学了。芝加哥大学是第一个，我估计如果芝加哥大学这个实行了这一套法这个改革之后呢，其他的大学可能也会效法吧。对，这一个呢事实上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叫做标准型的测试，就是 standardized test 啊，这个呢当然最主要是 SAT 跟 ACT。但是这个好坏啊事实上是有争议的啊，因为你如果说是有一些某些特殊的这个学生，尤其是第一代的移民啊或什么，他们在考试这方面不能充分的显现他们的才能，这是可能的，你用这种采取这个办法可以这个纠正了，就是调整你的这个入学招收的学生可以更多元化一点。可是呢事实上它的坏处就是说，除了那个会考试的，比如说像我们亚裔华人那里来讲的话，经常是 SAT 啊考的分数比同届其他的好得多啊。可是如果他现在不需要这个东西的，或者把这个这方面的比重啊降低了啊，那对华裔来讲的话呢也是不公平，另外一种的可以说是反向的歧视啊。那么至于说歧视和不歧视啊，这个问题也是有争议，但就是可以看得出，因为他这个私立大学的时候，他对现在就是除了对你的分数比较注重之外，对你其他的能力还是也是比较要求比较高的。比如说芝加哥大学，他在这个录取的中间呢，录取办公室他在录取的中间，他的有一个东西就比较注重他的那个论文，就学生一个 essay， 就个人的陈述方面，他就比较要求他的每年的这个题目也出的比较怪怪的，他就是为了叫发挥一下你的学生的这个看你的想象力，对你的创意。但是芝加哥大学跟那个西北的，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北部的西北大学，南部有芝加哥大学，它的一般来说这个人们的印象就是芝加哥大学，我在这边读去看到这个学生啊，一个看到都是很英文叫很 nerdy， 就比较都是很正规的很书呆子也不书呆，对，但是也是个好又很严肃的学生，而不像有西北大学的学生大家说还有点 party school， 比较那个什么比较会玩啊。但是芝加哥大学也改变了很多形象，但这个东西呢出现就会至少现在就很多这个还是个白人和亚裔人占主体的位置，要
会有更多，他希望更多的少数一种和其他的这个低收入的这个学生，特别是就是很多美国家里头就第一代上大学的这个人中间，他会给各种各样的待遇。比如说今年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是家庭的收入的话是不高于129,000的话，你年薪不够129,000，你可以学校可以给你提供各种奖学金和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资助啊。这样的话就特别是对那些就是低收入家庭中间或者是一些贫困家庭中间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来说，这些会有这些优待。但是呢我们要在这边提出的是，就是国际学生这在这个标准实验方面还是一样的。但是在国际学生在申请学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你要在填写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对他那个个人的那个论文啊一定要非常的关注，而且要自己要写的很有创意，而且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其他的课外活动呀还有个人能力方面也要有所显现。因为美国国内学生如果现在过度注意他们能力方面的话，那么国际学生慢慢也会从这方面的注意。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提醒一下跟芝加哥有关的新闻吧。好吧，好的。老孟，我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就往下走好吧。对。我这个星期呢看了一本很有趣的一本书啊，就是英文叫 The Third Degree, 就是我们题目上讲的，就讲的是当年发生在华府的一桩这个凶杀案。这个凶杀案呢最后呢导致了这个美国刑法系统的这种改变。这个东西这个作者本身呢就叫 Scott Seligman, 他的中文名叫苏思刚，是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作家。他写的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呢非常的不说惊心动魄，但是很有意思。我给你发过去的链接你看了吧？我也看了，这个事情我完全不知道啊。我也是在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叫Miranda Rights, Miranda, 这个发音有一点问题。Miranda Rights 这个是在1966年吧，大概是66年啊，那个时候变成了就是如果警察这个逮捕你的时候，他第一就要先跟你讲，你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你可以请律师，你可以啊，反正有一，如果警察不先跟你讲这个你应该有的这个几条最基本的权利的话，即使他收到你各种的犯罪都是犯罪的事实啊，或者是罪证错觉的这一些证据啊，都可能被法庭认为程序有问题而不能够成立，就是说你就可以无罪开释，这个是很大家都这个。结果我经过你这一提提供我这一本就是提供这个资料，我才知道原来Miranda Rights 啊，最先Miranda 这个保护啊，这个是最先起源，居然是我们华人三个被谋杀的案子，在1919年，那是多早，是100年前了。对，而且你就可以看，你就看得出整个这个美国的历史啊，这个华人不管是好是坏啊，是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先讲讲故事吧。这个故事发生的这个情况，当时是民国时期，这个凶杀案的是，而且是北洋政府时期，1919年。对，1908年，也就是54那一年。对，当时呢，这个对是北洋政府时期。这个1919年呢，当时我们知道有个庚子赔款的，就是因为义和团的这个起义啊，最后中国被迫向那个西方各国赔款。当然，美国的这个赔款由于数量过多呢，最后中国要求这个美国偿还这些多付的这些赔款啊。当时那个美国总统 Theodore Roosevelt 和一些议员的倡导下呢，就决定把这些多余的钱呢，把这些赔款的钱呢，用来这个赞助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或者到西方去留学。当时就也就是说，为什么清华大学建立也是跟这个庚子赔款有关系的。当时
在美国的留学生有300多个留学生吧，就在各大名校在学习。在由于这个留学生的时候，当时中国的驻美的那个使馆呢，旁边就有一个教育代表团，英文叫 Chinese Education Missionary， 在华盛顿的教育代表团。教育代表团呢，他们就当时有3个负责人呢，就负责管理这些300个中国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主要管理人呢，就是叫黄佐廷，他是一个上海人，当时一出一个世家，他的父亲呢，当时是上海圣公会的一个发起人吧。但是他自己早年也在这个弗吉尼亚大学读过书，回到了上海，然后生了7个孩子，在那边以后做工。后来呢，这个北洋政府就派他到了美国，这个管理这个300个学生。当时他还有2个助理，都是一边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书，一边就负责他管理这些学生。他们当时从上海离开的时候呢，就坐了个船，船上面还有一个年轻人叫幻祥生。这个幻祥生呢，算是上海的一个纨绔子弟吧。幻祥生的父亲呢，过去曾经是个留美学生，他是就是那个荣鸿，就是第一代，就是中国最早清朝在这个留洋的荣鸿的招过去的，在耶鲁在康州这里的学生，他的父亲第一批学生。啊，对对对，后来他的父亲呢，赚了一笔钱，死得很早呢，然后呢，就他妈妈就继承了一笔钱，所以这个叫幻祥生的人也算是比较有钱吧。他们几个呢，当时一起坐的这个轮船啊，从到了这个美国，到美国来后，他们所以就认识了这个跟那个黄廷佐还有2个学生，一个姓吴，一个姓谢的，他们3个人就认识以后，他们就到了美国，然后。其他这3个这个管理留学生的人呢，到了华盛顿，这个幻祥生呢到了纽约。我们知道1918年的时候，最大的叫西班牙流感，这个当时对死的人很多啊，死的人大量的人死，然后这个幻祥生呢也患了这个流感，严重的流感以后呢，因为他跟其中这个教育代表组的这个人姓吴的这个留学生关系比较好，所以这个姓吴的人就把这个幻祥生接到了华盛顿，在这个他们租的这个教育领事馆，就是教育代表中心的这个办公室里面的这个房间，叫他先住下来。住下来以后呢，后来他们之间呢发生了一些纠纷吧，这个幻祥生呢就说他要回纽约，实际上他没有回纽约，他就在华盛顿的一个叫 Union Station， 就联合火车站旁边一个酒店住了下来。然后这个1919年1月27号吧，可能就1月29号，当时过年的时候呢，那天晚上呢，这个黄廷佐就是负责留学生人们，他们就出去参加了一个宴会，在一个中餐馆去参加了一个宴会。另外呢，他们的其他2个负责人呢，也到其他的地方跟同学聚会，庆祝新年，中国的新年。然后这个庆祝完了以后呢，第二天他们就没有声音了。后来有一个姓李岗的一个医生呢，也是个华人，他后来就到这个领事馆，因为他跟这几个关系很好，他就说，诶，这怎么两个学生这3个人都没有音响，他就跑到他领事馆，一发现这三个人呢全部被枪击，都是短距离的枪击，就给死掉了，被枪杀。这个枪杀案出现了以后呢，当时在美国在华府都非常的震惊啊，他们就审问了这个李岗，就发现了第一次发现尸体的人。这个李岗呢是个华人的医生，学医的，他当时就招供出来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呢幻祥生。他说的是他到就是在他发现这个尸体之前呢，他曾经去到这个领事馆这个教育处去拜访过，开门的呢是幻祥生。不是幻祥生当时大家就说他已经离开了吗？怎么后来又到那边去呢？所以这个幻祥生就成了一个第一嫌疑人。就警察得知了这个名字以后呢，打听他的地址以后呢，就到了纽约追踪到他的这个下落。追踪到下落以后就找到了他。当时呢这个幻祥生还是出于这个有流感啊，他这个特别是这个流感的这个症状是他的肚子这个拉肚子，而且肚子产生很痛苦。当时就在这个家里找到了，就说的是你能否跟我们到华盛顿去一下，我帮
帮助我们那个什么解决这个案子。刚开始他们以为是他会有枪啊，就比较紧张，到那边去我对他进行强制，发现后来他没有枪，所以他们也就心宽，就说你到 DC 来帮我们协助这个案子。但是他这个幻想生也就答应了。当他到了华盛顿以后呢，他们就把他放在一个酒店里面，但一进了酒店就不让他出来，整整两个星期就每天在逼供他。在这个逼供的时候，我们要讲清楚，就跟你刚刚讲到的米兰达那个权利啊，这个警方呢没有去那个用酷刑，没有去打他，没有，但是呢，对他进行怎么样呢？就是不给他水分，对，审问逼问的很厉害，而且据他最后讲说不给他那个不让他睡觉，尝试24小时的逼问，而且在他想上厕所的时候不让他去洗手间，而有不给他水喝，而偶尔呢还用了一些这种就是比较种族歧视的一些话语啊，说你这个杀人的 Chinaman, 你这个就对这些进行了这个逼供。在两个星期之后呢，他觉得在无奈之下呢，他就承认自己杀了人。在他承认杀人的时候，他没有承认说这三个人都是他杀的。他说的是他杀了他的这个好朋友姓吴的人。因为他们姓吴的人呢，他们两个人呢决定呢想把这个领事馆的这个把教育处的一些钱要搞掉。所以因为这个姓吴的人呢，他这个英文也不好，对这些刚到美国来对一些情况不熟悉，所以他们两个就决定搞搭档，然后去把这个钱搞掉。而姓吴的人呢又对这个黄庭佐，就是负责的总负责，留学生的总负责和他另外一个助手的关有点这个摩擦。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这个承认说他把姓吴的人，因为两个人为钱的不均什么东西，给他把他给枪杀死了。而他姓吴的把另外两个人给杀死了。这是他当时的这个逼供。因为他这个承认了以后，马上那个美国的就把他这个调查完的结果呢就报成法庭。法庭后就开始就开审。开审了以后呢，就作为这个一级杀人犯杀人罪，就把他就判处了死刑。当时那个华盛顿的这个当时的美国的1919年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死刑呢还是绞刑，这个绞刑的，当时就把他放在了这个监狱里面。监狱里面呢，当时有很多这种有一些基督教组织啊，由于对反对死刑，他们当时并不是说对他这个案子有什么意义，当时就对他这个反死刑的人呢，就曾经叫美国的那个一些总统，当时好像是 Theodore Roosevelt, 叫他去那个。不会是 Theodore Roosevelt, 应该是 Harry Harding, Harding, 结果呢就把他那个什么就把不是 Theodore, 我搞错，这个人的名字叫 Theodore Wong, 英文名字叫 Harding, 当时呢这个美国总统就没有给予批准。后来呢他同时的这个幻想生的这个律师也在不断的这个上诉，然后呢每次不同的组织呢去叫不同的总统啊或者最高法院的人去叫他就免去死刑啊减刑啊，那一直没有成功。但是呢在他坐了六年牢之后呢，第七年的时候，这个最高法院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美国进步这个最高大法庭大法官叫 Brandeis。Brandeis, 这个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大法官。这个在波士顿有一个大学就叫 Brandeis, 这个大学就是以他闻名。他是一个犹太籍的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尤其在罗斯福总统时代的很多这个重要的这个判例啊，都是 Brandeis 这个当初在最早的时候就力主他通过，就是变成所谓的进步主义的一个立法，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的重要的推手啊。对，所以呢，我们那个幻想生也比较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个大法官。这个大法官在审理时候，因为幻想生的律师当时就说呢，当时他的这个判决呢，完全是因他的一种口供而决定的，没有任何的当时的证人的证据也不是特别的足。另外一个他就强调说他当时这个在自己的口供是在逼供之下被迫承认的。他就因为在法庭上他后来翻供了，
他说的自己的口供当时是被逼，而且多长这个侦缉人员不让他睡觉，不给他水喝，他就列举了这一切的这个例子。但是这个 Brandeis 这个大法官呢，当时就说的是，当时呢就判决了他，就说的是，就说这样这种自供的这种方式呢，不足以为不可以在法庭上作为取证，因为你是经过逼供。当时他说他无奈之下，为了摆脱这个警察对他不断的这个询盘问啊，他决定承认。所以这个最高法院呢就推翻了这个案子。推翻了这个案子以后呢，然后在过去的这个近一年几年中间呢，然后他又不断的这个美国这个司法部是不放弃这个案子的，因为这个三尸案这是个很大的一个案子，又再次的起诉他，又重新再审了以后，最后那个陪审团呢就还是那个不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最后呢主张叫他释放。后来他们司法部又不放弃，再一次进行了审判，又第二次的审判以后，就还是以同样的结局，就是陪审官觉得这个证据不足，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明确的这个判决，而建议释放。最后呢，在无奈之下呢，这个幻祥生被释放了。被释放了以后呢，这个他因为当时的，你知道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了这个美国的排华法案，就美国排华法案呢，当时是他作为这个留学生，这个幻想生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他有身份的，他一旦他出了牢以后呢，他没有这个学生身份的话，他就不能在美国待下去了。那他自己城市在这边做生意啊，在康州，在宁康州啊，不知道 Delaware 注册一个公司，然后做一些什么什么，卖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减肥的什么什么油啊什么东西，就最后没有成功的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以后，他最后到了上海市政府外办工作，而且呢还最后做的还不错，就成了外办的好像一个头目。当然后来你们就知道，共产党1949年来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因为在国民政府里面最后做事情，再加上他自己过去有留学的这些经历啊，还有圣公会的这些联络呀、啊，他这个时候呢，就把他给当成那个现行反革命，把他给关起来了，关到了江苏。后来呢，又把他押回到了上海的监狱。后来他在监狱中间死掉了。这个事情呢，这是那个幻霞生的经历啊。但这个美国的这个案子呢，由于他，你看他讲到了，就是Brandeis 在这个最高法院上面就第一次因为他这个案子呢，就提出来了，就非法逼供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这个自供了、啊，就是不是自愿而提供的这种口供呢，在这个判决的时候是无效的，因为他的这个案子呢，最后导致了1966年。美国又一个大的案子叫亚利桑那州在审乱一个犯人叫 Ernesto 米兰达的这个案子中间呢，这个米兰达也是被强奸和杀人犯被判，但由于呢这个警察呢，他说警察这个虐待他，逼供他，对，没有给他这个事先告诉他可以有保有他缄默的权利，就是不讲话。对，不配合，或者说你这个有请律师的权利，就是这几些，在现在看起来是每一个人，警察他非常小心，他要是要逮捕你的时候，他忘了这几个条件，这个的话呢，他的整个后面的一切的这个起诉啊，全部都会。就无效啊、对，然后这就是1966年的这个法案所造成，所以这个最后导致了这个米兰达的这个由于他当时的这个说是警察的非法逼供呢，最后最高法院呢就是出了一个著名的叫米兰达权利法。这个权利法以后，当然这个米兰达最后第二次又被审的时候还是被判，因为他的过去一个前的女朋友曾经说他在监狱里面向他说过他曾经犯罪。但不管怎么样呢，最后就导致了现在著名的这个米兰达权利啊，就我们现在在电视剧上，你如果看美国的电视剧 Law and Order， 或者是在可能翻译过来电视剧中，每次警察一到那边去有一亮证以后，马上就先说你有权利保持沉默，
就语言不一样啊，你有权利保持沉默，你有权利请律师，因为你现在跟我们讲的一切话都会用来在法庭上用做证据。所以这个法链的这个程序的出现呢，就是因为这个米兰达这个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我们华人的这个三尸案呢，就是发生在1919年华府的这个案呢，跟这个有很大的联系，因为这个1966年的这个最高法院裁决的时候，他们运用了当年那个 Brandeis 这个对这个幻想生的这个案子的一些评语，他又把它重新的进行了扩展，就导致了米兰达的这个法案。所以我看了这个书以后啊，就是还是很有意思啊。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这个 Scott Segelman。他自己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呢，做了很多的采访，而找到了这个比如黄庭佐，就是当时被害人之一，当时他死的时候只有42岁，在国内留有7个孩子，他的一些后代也找到了，而且呢他最后找到了很多律师，然后写了这本当年的这个把当年这个凶杀案的情景呢进行了展现，而且对我们华人读起来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效益，就是收益啊，就是老孟，我建议你去读一下，就是我到时候下次见到就给你这本书，就他讲到的当时年的1919年当时比如庚子赔款的一些背景啊，当时美国的华人的一些状况啊，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可读之物吧。对，那个时候这个中国驻美的这个公使，那时候还没有大使，就是著名的中国外交官叫做顾维钧。对，这个顾维钧的太太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死于这个这个这就是这一场很厉害的 Spanish Flu 啊，他是在1919年那个时候，对，就是在14世纪大战一结束那个时候所爆发的这个禽流感，实际上是禽流感，那个死的人数啊，跟那个战场上死的人数是差不多一样多的，所以的话呢是上千万的人，所以现在大家都这个不知道那个禽流感，尤其这个这种禽流感是多么的可怕。这个时候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三尸案了，不过蛮好玩的，有这个。但是老孟，你没有问我一个这个三尸案的这个情况，这个我当时也忘了讲。你说到底是因为这个幻想生被放了，被释放无罪释放。你说到底是谁杀了这几个人？这一个是个这个悬案，一直没有被解决。最后，你因为你没有问到这个，我当时一直很看了这个书以后，当时一直在问。但是呢，我这个网上现在就是这个作家这个苏斯刚呢，这个 Segelman， 他最近在一个就是在纽约做了一个报告的时候，他提起了真正的这个。大家就问起他到底是谁杀了这个人，现在有没有一个线索。真正的他自己的怀疑呢，实际上是这个幻想生。的确他的第一次的这个就虽然是警察的这个逼供的时候，他实际上说提出的供词呢也许是事实。为什么呢？他当时讲到他杀掉了这个姓吴的人，因为他两个在搞这个钱嘛。就他说他跟这个其他的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其中一个黄庭佐呢，这个总管呢，还是他妈妈拜托叫管教他的。所以呢，他说他杀了这个姓吴的人，为什么呢？这个作者认为是幻想生的确也是个杀手之一呢，就因为在这个发生这个血案发生之后呢。幻想生有个弟弟在俄亥俄州当时做这个做留学生，那他呢就拿到了一个$5000的一个支票，是教育组的这个支票，交出的支票呢到银行去换钱，因为这个数目之大，当年的5000块跟现在不一样，不得了，现在当年你想当年纽约这个据说他说当年这个人在教育处那个很豪华的一个住的办公室，一个月才付$61这个房租，但他拿了$5000呢去换租，这个事情被警察给抓到了。当时起诉的时候呢，决定要起诉幻想生和他的弟弟，同时都以谋杀起诉的。但由于这个幻想生他自己承认了错误，承认了这个犯罪的这个事实。但是呢，虽然是他是这个
承认了，后来他翻供了，但由于程序的这个问题呢，再次由于程序不合法呢，最后呢这个陪审团就还是，或者是美国的法官就还是决定他无罪释放。所以这就想到了，就是美国在这个法案中间程序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像那个，就是，对，法这个犯罪这个，审判呢，这个程序的正义，就是说这是毒树毒果子理论，就是如果你这个树本身是有毒的话，你生出来的果子也是有毒的。所以在美国的这个尤其是在我们看的很多电影那里头，都是在律师都是在这个程序上面找出毛病，一旦程序出就是在这个没有按照这个保护证人的或者保护嫌犯啊证据的取得这些方面的，如果出了错，很可能就是明知道你是真正的罪嫌，但是也不能不释放。这个是对对对，那新案件中也有所体现。当时他的这个被告就说他当时的这个证据是被人有那个换过或者动过，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这种程序上的问题呢，就会导致整个案子的这个翻盘。对，所以我们这个就讲到这儿吧。下次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上个星期是最有趣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我那个世界杯，在俄罗斯世界杯，我今天专门给大家带一个给你要看一下，就我的一个 T 恤衫，我今天翻箱倒柜找出来一个这个世界杯的 T 恤衫，这个是1994年的这个世界杯在芝加哥举行的时候，我当时到那边去买了一个这样 T 恤衫，一直没有穿，这个好大好大，这个上面是当年1994年在美国看足球的时候啊，大家连这个基本的规则都不懂，当时我们那个在这边的好几场球赛啊都是很精彩的球赛，竟然没有人去那个票卖不掉，因为美国人对这个规则，而且电视上面各种教育片讲踢足球怎么回事，因为当时94年的时候美国还是足球没有像现在这么足球热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就沾了光，当时94年，现在一转眼现在又到了俄罗斯，而且2026年又回到了北美的话，就这个又转了一圈回来。这个我们可能老孟你可能跟我们看足球不一样，我们在就我们这一代人长大的时候，在中国大陆长大的时候，我们都是有80年代有一阵子狂热，就是1981年的，我们当时家里面刚刚有了电视机，黑白电视机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中国队跟那个科威特队在亚洲比赛中间呢，当时击败了这个科威特，当时啊那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一次对足球开始发生了兴趣啊，但是我记得当时我们中国胜了这个科威特队以后啊，我当时在一个住宿学校里竟然把自己的棉被给烧掉了，在乱跑，我妈快气昏过去了，但是晚上没地方睡，当时也是很，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当时中国就越踢越差，后来中国跟那个沙特阿拉伯呀，后来就一直在观看，所以这次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呢，而以往的世界杯我都在看，而第一场呢当然是两个，就是世界杯中两个最差的两个球队，一个是俄罗斯对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可能是5-0对沙特，俄罗斯还以5-0战胜了沙特。沙特呢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还是有一阵子在亚洲还是有他的有一段的高峰期啊，后来就慢慢的走向了衰退，不管怎么样进入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决赛。然后呢星期五，今天我们星期五的时候，今天我本来是因为录这个节目，本来想看那个葡萄牙对这个西班牙队。好像3-3。2-1。那个胜的，我当时看到的最后是2-1，好像说是平手啊，是吗？我现在我看到的，我当时最后的、这个、好像是3-3打平了，是吧？我看到的是当时是2-1，2-1的这个成绩，就不管怎么样吧，你那个你对这个俄罗斯这次的这个举办这个世界杯有什么看法？这个世界杯呢是4年1次啊，是跟这个奥运呢、啊。是夏天奥运，夏季奥运呢？啊、哦，你讲的正确。我刚看完的时候，现在是3-3平了。这个世界风靡世界的这个全球性的体育大赛啊，当然4年1次的奥运，夏天的奥运当然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世界杯，因为踢足球的世界人口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这只有像美国了，或者是这个少数地方足球不大盛行啊。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个我老实讲还真不知道1994年曾经世界杯在芝加哥举行过，因为我觉得美国这么样的一个对足球不是很迷的地方，他们怎么会把这个足球世足会的这个场主场摆在这个给这个芝加哥去拿芝加哥举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哪一个地方举办呢，每四年一次这个举办呢是牵涉到很多很多的钱，而且呢就是这一次在这个在莫斯科啊就是在俄国，就跟下一次在阿拉伯的卡达吧，卡达还是在那里杜拜那个地方举行的那个世界杯啊，据说都牵涉到很多很多的这个贿赂的行为，而且引起了这个国际这个来调查啊，所以的话呢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因为他现在大概是有38个队吧，这个很要长达踢一个差不多一个月才能踢到最后，这引起全世界的那个这等于是今年夏天的一个盛事，所以但是的话呢世界杯的那个足球赛的这个精彩的程度啊可能不及那种他们的那种俱乐部的比赛的俱乐部的冠军赛的这个那么精彩，因为球员的这个进入国家队来比啊往往不是他最 top 的球员，而且呢组成国家队的时候啊，因为他的这个默契不够强，在一起踢球的时间不多，所以踢不出最好的这个水准出来。可是不管怎么讲的话呢，世界杯是很大的事，在国际上面来讲，我看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这个要不断的每天都会有哪个球队跟哪个球队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那很对，我觉得在大陆可能是更加的疯狂。我们当时我记得在大陆的时候晚上半夜起来在看，但是呢，这个我想这个从光是踢球角度，另外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在讲为什么这个俄罗斯有点像中国一样的大中脸充胖子，要喜欢这种大的这种搞这种大型的活动，也有它的一定的这个好处。因为我这次啊最近在关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很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警官啊，我们一提到俄罗斯马上就讲到他的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是吧？好像很破烂，而且又腐败很厉害，就是他的这个科格波多么厉害，一会儿凶杀案啊什么东西。但我这次看到俄罗斯的一些非常很美，因为看到一些这个记者到那边去拍的一些片子回来啊，而我的姐姐现在正在俄罗斯在旅游啊，据说是到莫斯科和圣彼得斯堡，是非常的很漂亮很美，而且人们的生活也比我们想象要好得多。所以呢这次也激发我要有机会呢，我一定会到莫斯科去再走一趟。我上次在莫斯科只待了几个小时，这次一定到莫斯科和到俄罗斯要去逛一下。的确对，就我们看到的新闻往往是很片面的东西呢，然后去到那边了解，才真正知道俄罗斯现在的这种状态，也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普京在俄罗斯虽然说的他的大选都是受到控制的，但他肯定也有一定的民意，所以我们到那边应该值得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在足球赛方面我再跟你讲，就是你刚才讲到是94年的时候呢，不能说是芝加哥是一个主场，就是当时美国呢是 FIFA 它的一个主办国，但是在整个美国就像九个城市这一次是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三个国家联合共同举行对2026的这个世界杯啊。当年的那个芝加哥呢，当时是九个城市之一，但是我们这边有，当时这次据说可能就到不了芝加哥了。更多就像那个纽约，好像那个 Met 的那个在 Queens 的那个球场啊，也是。也是踢的场地之一，
所以它是分布很多很多个地方的。对，因为它有很多队嘛，有46个队要可以参加。对对对，2026年的时候，今年好像38个国家，38个国家的球队参加。对，但不管怎么样，今天的这个球场，我刚才我跟在录之前，我看到是2-1，现在已经3-0，是非常，我看了几个球场，3-3拉平啊，是还是很精彩的一段。我看了，我看有十几分钟，但正好看到一个那个西班牙的那个 Diego Costa 这个进球这个状态，我很激动人心啊！我这个录完以后一定赶快再去看看，找到这个录像再去看一下，因为这个西班牙这个队在这个世界杯之前就很有戏剧化的东西，把他的这个对对，居然能够打平是不容易的，因为而且很精彩这两个两个队。至于俄罗斯沙特就不要看了，这两个队还是我们去再看一下。那好，我们现在讲完以后我们再讲回到那个台湾吧。你这个对台湾可能是比较熟悉，上个星期我们知道虽然是个很低调的事件，但是还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议啊。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在什么在台协会的这个新的这个等于是他的地下大使馆了。他我所谓的地下大使馆并不是说他放的建在地底下啊，他是美国跟台湾没有正式的邦交，可是呢他这个大使馆呢是从李登辉时代就定址，就是说在迁到这个台北的这个郊区叫内湖这个地方有6公顷的地方。因为这个盖呢是盖了花了很多年，盖了10年左右，2.5亿美元。对，看到对，这是都是美国人自己的施工的人来盖。他因为美国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在台协会，就是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啊，好像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是他的这个功能呢是比美国在很多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它的地位都更高啊。那么这是因为实际上美国是台湾的这个，如果讲他们俩美台之间的关系的话，是跟美国跟北欧的这个盟邦的这个地位是相符合的，所以的话呢美国在台协会在内湖呢，当然是这个有450个人，就是外交官呢住在里头。这一次呢，因为是经了10多年的这个才把它落成嘛，又盖得很那么，所以最先的时候大家都说是不是会一个很这个盛大的这个启用仪式啊。那么美国会派这个会不会派很高级的官员？我们知道最近川普上任以来，这个美台的关系啊是急速的升温。国会通过了很多什么台湾旅行法啦，或者说这个在国防上面也有这个提升美台的军事合作的很多的这个项目啊。然后的话呢是美国是说是可以希望有更高的双方更高阶层的，甚至就是说可以让台湾的总统啊，或者是台湾的这个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啊，可以交流，像有这样子的这个表示。所以最先大家认为呢吵得很厉害，说是不是美国会借着这个新的馆址，等于他大使馆的馆址的重新的这个新的地方的启用啊，派出这个很高级的人员，最高的可能就是传说中啊，这是前面一直传的，就是那个美国这个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就是这个波顿啊，这个是最有台的，这个波顿是一向主张这个台湾的这个美国的一中政策，40年前的一中政策现在早应该过时了，应该把美台关系要升格到很高的地位，这是一个啊。第二呢，就是说会不会这个正式的派驻美国这个海军陆战队
啊，穿着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服，就是正式的军人，穿着军装来这个驻防，就保卫这个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我们知道美国的驻外的大使馆全部都是由这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来负责保卫啊。那么如果这个有这个所谓陆战队之家在这个在大使馆里头，最先一直说有这么一个专门给陆战队的这个供他们的在使用的叫陆战队之家，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那美国就等于正式的把这美国在台协会等于从半官方非官方半官方提升到更高。可是呢，真正的到了6月12号这个11号这个揭幕的时候啊，刚刚好跟川金会就是新加坡的川金会等于冲突了创旗。所以的话呢，美国显然知道那个如果这边搞得太高调的话呢，会可能中国大陆会对这个川金会那边会施压，使到这个川金会受到这个气氛受到影响。结果呢，最后第一，那个陆战队没有人这个穿着军服，穿着陆战队的队服。那第二呢，就是美国派了一个国务助理里面助理国务卿，而且这个助理国务卿呢是负责教育跟文化的助理国务卿。美国的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有10几位、20位的样子，反正很多了。找的一个是不是这个不是主要的，而不是真正的外交的。假如他是派这个东亚助理国务卿啊，那也还好，就是主管东亚事务的这个。结果派的这样，所以台湾呢相当的失望啊，对这个事情啊，觉得是美国这个雷声大雨点小，本来这个可以让台湾的这个蔡英文总统可以大大的这个显摆一下，说他在提升美台友好啊，是多么成效显著。结果呢，哎，好像美国比较低调的来做这个事情。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蔡英文去当然会一定参加这个揭幕的仪式，他全程呢用英文来演讲，这个事情让很多人觉得不得体。因为你一个国家，不管你自己英文多好，你在自己在代表国家这个场合啊，就不管你国外或者国内，你都是应该用你自己的母语讲的啊，就是用自己的官方的语言，你不能够，你不好用这个英文讲。所以这一些的话呢，就使到这一次的在台协会的揭幕仪式啊，这个是在台湾人的心目之中，就有一点点好像被美国稍微又耍了一招的感觉。那个蔡英文的，我没有看到他的，听到他的这个讲演，蔡英文的英文好吗？还可以，他是国际这个他的这个长项，他出生是做谈判的啊，就是说国际谈判的，所以他的英文是不错的。那也可以想一想，在美国康奈尔念书，然后又到英国去念书，所以他的英文，他本来就叫名字就是叫蔡英文嘛，所以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如果蔡英文英文不好，那不是更菜了？我们还是对我民选的总统要尊敬啊，在攻击你啊，说的是对民选的总统要尊敬。Anyway, 下来我先要就说啊，因为这个低调，美国这个低调的处理，我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反应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我看到虽然有很多的反击，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那么激烈了。因为美国现在当然是知道他的第一头号的最大的事情是把所有的焦点跟注意力都把这个新加坡的川金会给搞好。事实上在讲这个作秀的这个角度来看，川金会是确实是非常的成功的啊，
所以这个川普总统是这个 reality show 的这个，他多年主持这个 reality show， 他这个本领是很充分的展现，从这个电视啊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真人真事的这个 reality show 啊。好，你想起川普了。我们现在就换到川普，就讲到川金会，川金会跟这个台湾的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这个事情发生同时，就是川金会呢发生的时候也是正好是在川普总统的生日之前，这个对你要说作秀的话，这也是给他生日的一个很一大礼物，也就是说他在6月14号川普总统呢正式进入72岁，他就是美国历史上那个最年纪最大的一个总统嘛。但是里根当时是最年纪最大总统，但里根就任的时候是69岁，然后川普总统是72岁。72岁的话，在这个当然那个我估计在这川金会的也有这种考虑啊，说的这是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日礼物。另外一个，在11号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就给他了一个意外的一个。生日蛋糕给他的，对，然后川金会的，我们不管怎么样吧，算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成功，我们也祝愿那个川普总统生日快乐。这个祝了生日快乐的时候呢，我现在也给你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经常被人骂说的是什么什么太左，什么攻击川普总统，你是不是今天也给我们能够那个客观的讲讲这个，就是上个星期跟川普总统有关的这个事情啊？川普总统呢，这个当然现在来讲是手气是很顺的啊，经济的状况是非常的好啊，是可以说是很多年来从来没有好到这个程度啊，他的经济成长啊，他的这个股市的这个一再创新的记录，就业的这个人数之转移充分就业了，现在你这个已经降到3.8了啊，这一些的话呢，都使到好像他这个虽然这个个人的这个还有很多这个通过门的就麻烦了，还有是他家庭的这个慈善基金啊，被美国的这个纽约州的这个中检察长啊，就是。要追溯他啊，那他的个人的这个就通过门搞到现在啊，大家也真的好像比较皮了。而在这一个六月间呢，是美国这个两党都是在初选的热季，就是说两党要决定党内进行对这个。美国中期选举，其中选举的这个提名人要做最后的确定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呢，就确实发现了、这个共和党啊，只要是反他的，共和党里面反他的人都大概都被打败了，所以现在就是共和党呢变成了川普党了，这一点大概是真正愿意还敢跟他唱反调的党的这一个。公职人员就是这个台面人物啊，都是不敢，就是已经宣布不选了啊，这一点。所以的话呢，这样子看来，当然民主党还是磨刀霍霍，还是这个气势还是很盛啊。那么可是川普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运气啊，好像有好转的这个迹象。可是呢，川普这个就即使在川金会这样子一个。刻意塑造出来的这个大戏啊，还是有很多他的特别奇怪的最近的一个新的这个对他的批评，就是他这个跟这个北韩的人握手的时候就介绍他跟这些北韩的参与的高官，其中有一个大将啊，就是穿着军服的这个北韩这个将领呢，当然。跟总统要握手之前，他就先举手跟这个川普敬礼。这个川普呢也神经，他呢也马上就用一个军礼啊。这个因为北韩的是这个独裁政权，而且是一个敌意政权，原来是绝对是敌意政权。他的军人，而且是人权这个
进入最糟糕的国家啊。那你美国总统去跟这个用军礼来答这个北韩的这个将领啊，这个让这个美国看得很不舒服啊。所以呢，这是最新的他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出格的总统。我一直认为啊，这个如果有说望之不识人君的，他就是望之不识人君的一个。你像他去之前去把跟美国关系最好的加拿大总理，这加拿大是美国最邻邦，我们跟加拿大几乎就是一个国家这样。结果你去骂加拿大总理说他是一个又不诚实又 weak， 这个话怎么讲？结果弄到现在加拿大的人都这个民族情绪都被挑起来，对美国的人十分的不满意啊，这个。所以呢，他等于是说出牌啊，几乎是没有一个牌是按理出的啊。当然了，像他这样子这种颠三倒四啊，就是打破所有的惯例啊，这个当然也不是说他没有这种外交的这个突击的这个效果，比如说他能够把川金会弄起来，这个至少这个战争的阴影是消解很多。虽然他什么事情都夸大，他居然讲说美国从此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有这个北韩的这个核子的威胁了。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你跟你这一次跟他会面，你并没有改变真正的现状。这个金正恩并没有销毁任何一个这个拿出这个去核化的实际的步骤，除了那些之前的这个炸掉他的那个设施之外啊，他现有的武器你没有一个取消，你怎么就讲说美国已经完全就没有这个核的威胁，没有核子的威胁了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位老兄啊，他是确实是这个在这个给人的感觉，他是为了他自己的这个风头啊，他不是考虑很像正常的总统啊，或者说像以前的都是真正的按照规矩啊，一步一步，然后因为你国军嘛，国军的话呢，讲一句话或者做一件事情都是有很这个深远的影响跟这个东西。而他的话呢，是常常讲一些这个出格的话，像这个礼拜五他又宣布这个正式的宣布，就是要跟中国这个搞这个贸易战了啊，就是对500亿的中国出品的这个外销呢要增加25%的关税。那你这样子的话就逼着中国好，就是说这个马上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又是好像马上就要过来了。老孟，我先打扰你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那个川普总统的生日啊，我们还是要讲两句。他虽然看着以前很多人不像一个真正的国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他的做的一些事情，其他没有办法做到了。我们前几任总统，克林顿、奥巴马，通过各种各样的威慑和中，最后没有达到这个川金会，而川普呢，却使他的能够成功，这也是一个值得可以称赞的事。承认的，必须要承认 的。对，另外一个你刚才说的那个敬礼啊，那也是吹毛求疵，因为他这个敬礼，当时别人给他一敬，他当时你当时也没办法反应过来。但是我们还去握手，他不应该去敬。但是当时你当时没有反应嘛？别人一弄，没有，他是奇怪，我觉得这他不是。那你这个的话呢，你毕竟你是美国总统，你不可以跟一个。对，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过分的去吹毛求疵。但是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值得我们担心的，就是他今天发了一段话，就说的是看到这个北韩人见到了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对他的称赞和这种威慑，被他的他是
他很羡慕这点，也就是说他很羡慕这个独裁者对他手下人说杀就杀的这种，这倒是值得我们可能值得我们要忧虑的一个这个。他是特别喜欢所有的这个独裁者，这是很对。所以我们担心我们这个川普总统呢，只要他不管做什么样的这种事情呢，但是就至少在美国的制度能够制约的话，那还是我们美国一大幸。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老马。好。好，那就祝你周末愉快。也是彼此彼此。OK, 各位网友周末愉快，拜拜。愉快，拜拜。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你自己是学历史出身的，但是你在青年时代就是已经进入这个媒体报业，做过像中国时报啊的这个编辑，甚至于这个副刊的主编，然后也主持过电台，也在做过电视节目，很多方面的工作你都做了。那么你自己同时也是一个直接的社会活动的参与家，这个我就有的时候在，而且这么多年来数十年如一日，我有的时候在想，你有的时候介入政治的这个活动相当的多，甚至于比如说在进行选举的时候，你也会帮助一些你支持的人帮助他们竞选，这个例子一点都不特别，因为在西方也是的。是像你知道那个 Günter Grass 就是德国的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也是每一次那个有竞选的时候，他就去替社会民主党站台。那我想知道啊，您在这个你的作为你自己的怎么样定位你自己？你是一个报人，你是一个作家，你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你是一个直接的社会的一个活动的参与者？我觉得我通通都是，是，因为我这些工作其实都有相关性。他人家讲这个柏林讲说，有的人像狐狸有很多洞，有的人像刺猬，就是一次就是一个洞。我是算刺猬型，看起来我做了很多事情都在那个洞里边，我很少。离开我的这个狐狸的这个洞，刺猬的洞哈，不管我做任何事情，其实我的目标都一样。我写政治评论，我做媒体人，或者说我替政治人物站台，这些东西我都做过。但是我每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目标，就是台湾要民主化这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讲我的一生的核心要做的，我要做的就是让台湾尽量的民主自由跟人权法治，这是我一生里头的终极关怀。是，我也注意到这个确实是你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目标，就是社会的这个正义，还有这个整个的社会的体制的民主法治，还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那个您那个时候编辑就是1986年就开始出版这个当代杂志，这个杂志我觉得是
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一直到现在几代人的这种思维啊，还有他们的这个视野的广阔，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谢谢啊。你那个时候为什么想到需要那样做？你觉得那个时候台湾的文化还有各方面是不是有一些贫乏？对，台湾是这样子哈，我做这个当代杂志，其实跟我编人间副刊基本的那个按照云石的话，基本经历其实啊，因为海关的说法，基本经历是一样的啊。因为我在副刊做的时候，我基本上面就是想把这个副刊变成一个动态的文化刊物，而不是文学。所以我跟余继忠先生，我叫他余老板，有很紧张的关系。他希望他的报纸是一个通俗的大众，所有人都可以看。所以我走比较严肃、比较学术或者比较思想的介绍，他其实以为不可。所以我们之间在这一部分呢有点冲突。可是他是老板，我是雇员，所以他呢就。而且那时候刚刚在解严之前，我引进了一批作家，都是黑名单上的。以前这些人的作品从来不可能在报纸上发表，就是在国民党的黑名单。对，黑名单，比如说我举聂华苓，比如说刘大任、郭松芬，保钓的那一批人其实不止，就是很多人，他们都是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戒严体制之下。他都是黑名单的人，所以黑名单的人哈，那我去编副刊的时候，我觉得我碰到了一个时机，这个时机就是解严跟未解严之间，所以刚刚好有一个空间，这是80年代的后半期，85年、86年，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认为台湾那时候的副刊，他们怎么讲，讲起来话比较长，他们联合报跟中国时报、雅轩跟高兴讲，其实他们走的是下同一盘棋。你有这个作家，比如说梁实秋，我也要抢梁实秋其实他们在抢夺的那一块就是人，就是作家有名气的。那我不愿意走这一盘，我换一个棋子，我的铺就变得很大，我就容纳不同的人进来。这些人联合报不敢登他们也不敢约他们的稿子，所以我有一个好的，那我这一块作者的池子，刚好我在美国做4年的记者，而且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学术文化界，所以我采访了从美国东西岸所有的学者，我基本上都有接触。是，所以这个有变成我编副刊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队伍，如果用这个字眼的话。所以呢，一方面是这样，第二方面呢大家都知道野火集，对不对？是的。野火集就是我那时候编副刊的时候，因为他写的专栏，我很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写龙应台这一类型的，可能不跟龙应台不一样，但是呢他的文字或者他的内容跟他想要打破的东西跟他相近。其实我找了很多人试都没有成功，他是跟我写稿，我开始没有给他专栏，写了一阵子以后，我觉得好，他就是我要的那个。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可以代表我当初做编副刊的时候一些想法。更重要的，我做了很多跟副刊所谓传统副刊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我做生态，我大概做了3个月，空气、水，所有的这个跟生态有关的专辑，我大概做了，我不记得时间，大概3个月，大概而且全版的做。是是。做完以后这余老板不高兴，他跟我讲，好，可以了，他说这种东西跟我们副刊没有关系。但是过了不晓得多久，有一天他打电话来叫我到他家去，他家就是报社的楼下。他跟我讲，蒋经国很欣赏这一系列，这是他，我跟他之间这个长期的紧张关系里头，他跟我讲。那我还做了什么呢？还做了古迹的保护，我就是教育专辑，我专门看台湾教育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还记得我做过交通
交通部长那时候是连长，嗯，我就找了一个记者朋友跟他讲说，我能说我能不能访问连长，或者你去访问连长，你跑交通，他不可能的，连长是不接受你要访问的。这代表什么意思？那时候政府的官员是高高在上，我们这些媒体人什么，其实他都认为是我的部下啊，我怎么会接受你访问？他不会的。那我就打电话给他太太，他太太叫番禺，是个散文家，也是我的作家。结果他就把电话递给连长，那个连长说，我太太既然答应，那你就来吧。我就给他做了一次访问，我们那个标题交通，你的名字叫死亡，讲那时候的台北交通很烂很烂，是那是在陈水扁整顿之前，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做了很多这一些社会关怀的，然后我确实是非常有远见，而且有非常前卫，而且非常勇敢的。是我那时候就是打破了富康的规范，然后我做了很多介绍，李维史陀啦，一大堆的这种介绍，我也做了欧威尔的1984那一年，我做欧威尔专辑，是啊，把台湾所有研究欧威尔跟美国我所认得的资料都放进去，所以我在富康的时候其实做那么多东西，跟我当代做的东西其实很近。那我为什么要做当代？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我们老板啊喜欢那个的啊文学的需要吧，或者说是啊生意上面的需要的副刊，跟我要做的副刊不一样，不一样，这是很大的一个。是因为传统以来这种副刊的观念都是文艺方面的，对，都是文艺方面的。但是确实我相信你的努力还有高信江也是非常不错的，是我觉得你们的努力让这个中时副刊真的是有一个崭新的面孔，是但是可能那个范围对你来说还是不够大，所以你就对我离开时报其实有一个因素，因为我不是他们的人，你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不管那时候啊、不管是国民党的文工会吧，或者是警总啊，他们或者说是啊、政战系统军方的，对我们都很忌，对我都很忌惮啊。所以里面有很多复杂的故事，我不讲，我只讲一次。有一天，我们鲍老板请了一桌饭，把我太太那时候也在富康，还找了富康的一些人啊，还找了很多这个军方的作家。于老板跟他讲说，我跟金先生只有3年的约。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人来变，所以我听完这个话以后，我觉得 OK， 反正比我很清楚，我就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就想，我手上有那么好的这么多好的作家，每个作家他们都能够有很多好的观点啊，那我就准备来不做副刊的时候，我自己来试试看做一个杂志。那事实上你在中时做的这个时间还是超过3年吧？我在副刊做3年，在驻美记者4年之前，我在报社就做编辑，对，所以我最后离开的时候是副总编辑，是啊，副刊前前后后还是很长的一个十几年了，基本上是我的媒体生涯的开始，我的基础都在那时候奠基下来。其实虽然我对于老板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爱财的，这是我必须要承认。我们都注意到，虽然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开台湾蛮久了，但是我注意到中时中国时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报纸，跟别的报纸是不一样的。那其实这个题目我们还可以说很久很久，因为我对当代杂志确实非常的佩服，我知道你们真的是引领了那一代人的这种启蒙的那个年轻人的思想，是，而且有很多很深度的不管是东方特别是西方的一些思想思潮你们都介绍进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只猫在跳，没有关系。这个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名字我其实也都多多少少是知道的。那这个金先生，你自己从你的家世来说，你父亲是浙江省的一位非常
就是你们是一个书香世家，但你们家里说的比较粗一点的话，也是财力非常雄厚的，因为你父亲后来带着你们一家人到台湾来，是不是他自己买了一条船把你们一家人带过来，所以呢就是说的白一点，就是你是外省籍的人，但是我发觉你一直是在很多思想的方位上，你总是非常前沿的，你非常关怀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这种正义和他们的这种自由民主的追求。现在很多人就说你是深绿的，是，这个虽然不是你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也认识很多其他的外省籍人，他们也是，他们的思路事实上是跟绿营的非常的接近，不但是接近，而且是非常前卫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有没有一个转折点，还是你一向就是怎么样，以正义和那种民主的追求作为最高的原则？这个我当然受我父亲很大的影响啊，我父亲没有参加过共产党，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他一生啊，那他很讨厌国民党，这个是他，那是1949年，我们还我们是48年从台湾回到中国，49年共产党已经到了我们家乡，我们没有离开。就是我觉得1949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年，应该有人好好写一本书，做一把1949年的这种选择作为主题。你看，有的人选择到台湾去，有的人选择留在中国，有的人选择到香港，好，这一些知识分子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这个不同的理由。那我父亲的选择刚刚好是一个特别的范例。对不起，你刚才说你们1948年从台湾回到，因为1946年二战结束，我父亲到基隆市政府去帮他们接收日本人留下来的档案，因为他日文非常好，同时呢他在国立编译馆做事，然后到台大去教书，就是我们家的在台湾的这个经历。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准备从台湾回到中国呢？我们家隔壁坐的许寿山，就是鲁迅的最好的朋友。如果你看鲁迅的书信，他写的最多而且交往最久的是许寿山，非常信任他啊。许寿山、台静荣那时候都在台大，所以我父亲在台大教。许寿山被暗杀以后，我父亲跟我母亲觉得说这个地方太危险，不能住，就回去。49年，共产党到了我们家乡以后，我父亲没有准备要走，那他的理由很特别，他说我没有看到一个政权比国民党更坏，说共产党来了，我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他刚刚好看到共产党斗争学校里的他的一些同事，他觉得完全没有法治人权可言，他说那我非走不可。是，那刚刚好北京那个周玉彤，他是很早期跟共产党的关系就非常好的，就写信到我们家乡去，要我父亲跟另外一个俄文最好的到北京报道。我父亲趁这个机会呢，就买了一艘船，招了一些人就到台湾来。所以我们的过程就是跟很多外省人不一样，所谓很多外省人在台湾的，其实都是1949年跟着国民党政府来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忠贞党员，是啊，跟对，所以我父亲刚好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父亲之所以讨厌国民党，是他从小就讨厌，他也没有从来也不入国民党，所以呢，他就现在后来发现到共产党也他也不能生活，他可能觉得更可怕，所以他就到台湾来。所以对我们来讲，从小我们家里就没有对国民党有过好评，这个就是如果你讲这个外省人最重要的一个心理基础，到了现在你可以看出来，就依赖在国民党身上，包括过去反国民党的人，到他晚年的像胡佛。他早期也算是自由派的，到了最后他完全投奔在国民党这一块，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陈应真。是的。陈应真在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有一次选举，我不晓得是哪一年，他说我这一次投资还是什么，在或者站在国民党这一边。他为了这一句话，后来跟白杰明打了很长的笔仗，但是他真的这样讲。这个其实有一点有趣，就是为什么到最后大部分的外省人都愿意跟国民党站在一起，即使他年轻的时候反对国民党啊，就是外省人的一个特性之一，到了在这个政治上面依赖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不信任台湾人啊，他也可能看不起台湾人。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最大的问题应该出在这个地方。你这个分析很对的，我认识很多很多人，甚至于我自己个人，我有的时候也在想，为什么我以前这么讨厌国民党，我也是外省人来的，我看到他们做的很多这种事情很腐败很累的什么，但是我其实对他们认识并不深，但是我对台湾人，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上小学上中学，甚至于到了大学，我对台湾人有一些那么挥之不去的一种偏见。我觉得他们受到日本的这个文化影响比较深，而日本是，你知道中国人一般对日本是很恨的，对不对？这个抗战的这整个这些因素，但是我慢慢自己认识到这是不对的，我也慢慢有所改变。你刚刚说的非常的清楚。那个我举个有趣的例子哈，就是对日本人这种态度反映在外省人身上，我看到殷海光的信，还是给他太太的信，还是给雷震的信，我忘了。他去了日本，他觉得日本真是漂亮的不得了，是最好的地方。后来去了哈佛、燕京社，在美国也待过。他说美国远远比不上日本，看起来好像是个人的偏见，其实不是。这个反映出来的就是说，他跟很多外省人不一样，他对于日本，他没有骨子里头的仇恨，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点。因为殷海光也经过抗战吧，在中国也经过抗战他也经历过那一些日本跟中国的战争啊，但是他就跟一般外省人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比如我讲我大哥哈，他是一个自由派，也可以讲到自由主义者，但是呢，他就看不起日本。他从来没去过日本，他说日本这是那么小的东西，这有什么可看的呢？他根本没去过，所以这个偏见是存在他身体里头。他平常在严肃的场合，他可能不会把他的偏见这么大胆的讲出来，可是兄弟他就完全无视，不会有任何隐藏。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讲说，外省人在对日本的态度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那种怎么样大国的优越感，大国的优越感，也有一些自卑感。因为以前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受日本欺负，1895年的这个甲午战争，到后来这个抗战，这些事，这个都是挥之不去的这种历史的烙印。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个，但是我后来在到德国之前，我还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我发觉这个民族非常的特别，他们这么细致，这么有美感，他们对于美的那一种感觉和那种喜爱，中国人真是学不来的。我父亲在日本读到高中毕业，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坐船从日本回到中国去，他写了一本非常浪漫的小说哈。我看到那个小说，我就认为很有郭沫若那种文体。我就因为我对文字有点敏感，我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读的第一本集子叫《辛夷集》，朱自清介绍他读的，后来我去查是郭沫若写的，所以他后来的文字，我重点不在他的文字，他的坐船从日本到中国去，他整个对于祖国的梦碎，他说我的国家怎么落伍到这个程度。他那本书很有趣，那是他年轻的第一本文学集子，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时候怎么样一个在日本读书，然后回到他的故乡那种
不能够接受。是，所以你可以看到两国其实是相差很远。对我来说，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我对日本有所改观。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德国的一个，他不能算是考古学家，他是一个冒险家，他的名字叫施伊曼，他是挖掘了那个古希腊的那个特洛伊尔之春的那个木瓦涂层这些故事，这个遗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古学家，他在1865到1875年之间到东方来，他到过中国，也到过日本。他写了一本很短的一个游记，这个不是他重要的著作。他那里面描写中国和日本，他做了一个对比。啊，那也是。他说，中国是又乱又脏，中国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一点尊严都没有。他问你要一点钱，他用德文写的，但是我读起来就是他说这些，他不停地向你磕头，就像头颅捣蒜一样。我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中国那么穷，但是在北京哎，是他这样的描写，我就吓了一跳。那不说，然后他就描写日本，笔锋一转就描写日本。他说这个国家你真是不能想象，这么优美，这么斯文，这么有秩序，有礼貌。那个时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后来我当然自己慢慢也改变了，尝试去试图改变我自己的偏见。我们其实这个题目应该还可以讲很久很久，但是我想杜威写过，杜威书简他也比较过中国跟日本，我就补充你的意见。是那个我想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请教你一下，因为我不是一直住在台湾，我都是住在欧洲，所以我对台湾社会的观察当然有很多的缺陷，但是我现在确实比较着急，因为从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后，那么这次他又连任，而且我们都知道他会终身做下去，对不对？他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和态度各方面有所转变，台湾的确实是文攻武卫了，台湾在国际上的这种空间越来越小，而大陆加诸于台湾的各种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硬实力不用说了，他们的航空母舰在这边绕来绕去，他们的那个这个用各种各样的军事威胁都在那里，还有很多的软的方面，你神不知鬼不觉，他们已经甚至于渗入台湾的媒体，渗入很多教育方面，把台湾的一些人才都吸收到大陆去，这些事情让我感到非常的担心。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台湾人、台湾的政府还有民间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请你先说一下政府你觉得哪一些做得不够合适、不合适的。其实习近平这样子做哈，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是不管你文攻武吓，不管你怎么样，把台湾的外交，邦交国挖走，或者压迫全世界的航空公司，把台湾变成中国台湾，对台湾来讲，我觉得都正面的。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面对中国这个问题。中国这样子的表态，一个执政党可以做永远的一人独裁、一党专政，这样子下去，台湾会看到这个情形。如果台湾有很多人还愿意将来有一天统一，我觉得他的梦就会碎掉。对台湾来讲，这一些打击，你如果你了解台湾的这个民间，一点改变都没有。它不像过去，我823炮弹炮一打，台湾人吓死了，出国的出国，逃跑的逃跑，这一波他的这个所有的硬的软的对台湾人民一点影响没有，人因此为了中国的打压要逃走，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可以值得观察。第二个，这个用这个邓小平的说法，台湾当然没有跑，马照跑，舞照跳，一点影响都没有。中国要了解为什么你这样子
大的阵仗，全中国的力量对付小小的台湾，台湾人去一点都这个秋毫不惊，为什么？这个才是中国真正要好考虑的地方。这个代表什么东西呢？台湾是真的很有自信，台湾的自信来自于它的民主、它的自由、它的人权、它的法治啊。台湾能够即使把邦交国通都弄完了，台湾还在那里，你的护照可以到处跑，你的学生要去到处去读书，没有，大家都很欢迎你，不会把你拒绝掉，除非有特别的理由，你去旅行也没有问题。他们其实完全没有改变，这个用黑格尔讲理性的吊诡，你看起来按照道理、按照理性这样走下去的话，哎，台湾应该很惨，其实不是。我觉得中国还可以做得更绝，你只要做得更绝，现在美国已经出手了，日本要不要出手？啊，台湾政府也现在开始，你可以看到，在前一阵子，我不能算什么事儿，外交部长吴钊燮说，从此我们不称大陆，我们称中国。这个是蔡英文很重要的表态，他以前我有维持现状，这个代表什么？实质上这个现状已经不能维持了。我用中国不用大陆，其实就是一边一国了，这个是很重要的政治宣示。接下来他有什么事可以做？他把陆委会、大陆委员会裁撤，转入到外交部去。我外交部就是一个国家的外交部，你中国就是一个外国。我的有外交部里头有一个部门专门针对中国问题，他可不可以做？当然可以做，因为这是内政，美国也不会干涉。台湾的这个人民的压力会很大，比如我举一个，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喜乐岛这个叫做喜乐岛运动吧，还是什么？他们要做公投。他们这个就是独立公投，就是要解决中华民国宪法的问题。他这个公投呢，过去陈水扁做过，陈水扁做过的结果呢，他其实投票率超过一半，但是不符合于公投通过的门槛，那个门槛太高，不可能通得过。他受到美国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要知道，美国其实从1950年开始，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其实定下来了，我也不让比如说这中美防御条款、联合公报联合公告应该是1958年的，这个中美防御条款是金门炮战以后定的，它的基本策略就是中国不要打台湾，台湾也不要反攻大陆，维持现状，其实是美国对于台湾跟中国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一直认为蔡英文这么强调维持现状，我认为他大选之前到美国去跟美国之间已经有deal，我就是维持现状。所以美国在台湾其实任何时候都没有那么好过过去对蒋介石、蒋经国，他虽然呢这个不会干涉到两蒋的内政，其实他也干涉，不是那么没有像蔡英文这样子那么好，对陈水扁他也不好，这个小布希就是 trouble maker。那一次的公投是政府发动的，所以美国可以施压到陈水扁。可是这次公投如果是人民发动的，你施压给谁？你去跟蔡英文讲，蔡英文说我没办法，这是人民要同意的，不是我的问题，所以他也不能施压。那说老实话，公投会不会过呢？我们可以打问号。因为不是台湾人，所有的人都很保守，这个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保守性，这个是可以了解的。是的如果你要做一个绝对的政治上面的决断，这个用Carl Schmitt 的说法，那么你必须要有，我要付对我的冒险，我要付出我的代价，你要不要付出？这是台湾人放在眼前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决断，说我要为了我的决定，我可以赔上所有的东西，那公投不见得一定会过得去。是，可是这公投，不管它是不是做成了，做成以后它的结果也只是一个民意而已。
不会重要的不是这里，重要的是中华民国那个宪法会被推翻。中华民国的宪法哈，嗯，前面的我们讲就是宪法中的宪法，就是宪律，就是这也是卡西米特的理论，嗯，他那六条吧，就是三民主义立国，青天白日国旗，我们的疆域是固有的疆域，这一块会被取消。这一块取消以后，你是不是中华民国或者改成台湾共和国，其实本质上面就完全改变了。这公投有这样的法律的，可以，他就是要做，现在就是蔡英文的公投法里头把这一块取消，现在人民要用公投法来解决这一个取消的问题，所以有点复杂。嗯嗯，非常重要。那现在的那个现在的讨论到哪一个地步？到底这个现在那个已经成立了，嗯，所以将来这个台湾的绿营这一块，嗯，会有比较戏剧性的发展，这是我的判断了。将来是不是民进党是唯一的一个台湾党，我觉得也有一个问号，也可能出来另外一个政党，这个变化没有人知道。就是所有的政治的发展，我们只能说可能有会有这个发展，最后会不会，我觉得还有一些变化在，但是基本上面台湾人要走的这条路不会停止。是的，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听说了，但是我知道的不这么清楚，而且因为还不是非常的明朗，以后会发展到哪一步，什么时候？现在那个已经那个组织已经完成了，现在还在运作。大概6月16号，他现在在台北开过会，在高雄开过会，在台中还要开会。那这一个喜乐岛就是民视的董事长，他是一个真正的政治行动者。他在戒严时期，大概还没有戒严呢，他从美国偷渡到台湾来，在台湾呢跟国民党玩抓迷藏，然后被抓到牢里头关了一阵子，后来放出来又回到美国去。所以他是从年轻他是个政治活动者，所以他我跟他算熟了，他也讲过。他说组这样子大的一个组织，他说你们都出了力气，剩下来的那种政治的活动是我的专长。这个那么还有一个事情我是比较担心的，就是台湾的媒体，你觉得现在目前为止台湾的媒体是不是还能够比较独立自主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还是有一些媒体已经被渗透了，被那个中国那边已经他们的手已经伸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碰到很大的问题，台湾是要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所以台湾给民间的这个自由度其实很高，政府也不敢随便管。你像陈水扁在的时候，那时候 TVBS 发现到背后有中资，很多人跟陈水扁讲要把这个台关掉，他有没有权利？他有权利，但是他不做。他说，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手不能伸进去。他是不是完全从这个角度出发呢？我也不觉得，因为那时候民进党政府他在国会里头是少数，现在已经不是了，现在已经三分之二。对，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政府的力量很大。台湾现在碰到了一个民主上面的困境，就是说如果我是支持中国的，我外表我当然不说，我的钱是从中国拿的，我的思想是从中国，我在报纸，如果我是一个媒体，或者我电子媒体或者是电视台，我在我的新闻在我的评论里面都是倾向于中国。台湾是个民主国家，你对我能够怎么样？这是言论自由。对，所以言论自由，所以台湾的情形就是，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其实我不是，但是我用自由主义的理念，我就对付民进党，那你要怎么办？其实是一样的问题因为他基本上面就是抱着中国的专制政权，我的所有的言论都是支持中国。那我在台湾呢，又用自由主义这一块来
变成我帮忙专制政府的一个武器。台湾政府的困境其实在这里，那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困境？我觉得这个是啊，民进党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出来他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危机。如果你没有发现到危机，当然你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啊。所以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发现这是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呢已经在台湾社会出现了。我们举可以举非常多的例子啊，一样一样出来。比如说这个为他们这个所谓退伍的军人，为了他的退休金的问题，政府要修改，他就聚集了一批退伍军人，通通站出来。里面的领导人是参加了中国的国庆，坐在这个会堂里头一起唱国歌，啊，那你要怎么办？政府要面对这个情形，所以你刚才讲内忧外患其实是有，但是我比较对台湾比较有信心的说，这些东西不会动摇的台湾的民主。台湾是靠着民主的选举，如果这些渗透这一些中资的媒体能够发挥作用，应该每次选举他们都会赢，不是他们的选票越来越少。所以我是觉得台湾民间的力量是真的是确确实实是有，台湾人民也知道我这一张选票的是有意义的，我投这张票不是投了是白费的。所以台湾人的一个集体意识其实在台湾已经产生，那这些集体意识人们能够阻挡这一些你刚才讲的到处渗透的中国的手爪了，或者是黑道进入到黑道去的这个中国的背景的这些黑道，我觉得是我对我来讲我其实比较乐观。你是有这个信心，我听你这样说我就比较放心，我比较信任你的这种分析。我自己我们从外面看我是比较心惊胆战，心惊胆战，我真的是挺害怕。我了解，因为我知道中共他用这种软的方法来拆台。你看在海外的民意组织里面常常闹到了天翻地覆，你都不知道谁是敌是友，搞了半天事实上背后有黑手。说实在的 是这样，我这个了解。台湾这样一个，因为你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你有很多的缝隙，你有这个言论的自由，他说什么你没办法禁止他。那么我听说在台北有人拿着五星红旗，现在还有啊，我们昨天还看到跑在满街跑，甚至跑到总统府去。我觉得这个已经这个我是忍受不了的，是我真的是忍受不了的。我觉得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你去嘛，你到中国大陆去嘛，他们是无知嘛，他们是对历史是完全无知的。他们也不见得无知，我就跟你刚刚你讲的背后其实有人在操作，背后有然后有钱啊，这个已经有一些案例发生了，就是我拿钱去收买，然后收买的人刚刚好他不是辩解，他本来的意识形态就跟这个一样，要接近。所以对于他们来讲，我没有背叛自己啊，我只是就是我是承认你这个台湾将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我无愧于心，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教育，我就是我，但我现在离开台湾的学校太久太久了，我没有办法判断，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比如说年轻人，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1949年以后的历史知道多少，他们知不知道在那边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知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从统治他建党是1921年，到他。得到了政权1949年，一直到邓小平第三度起来抓得到了权力，这中间的30年之间，在和平期间，中国冤死了多少人，上千万人。杨继神写的那本墓碑您一定看过，也一定知道，也一定参考过。他的统计就是在这个大饥荒这些事情里面死了3600万人，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而且不只是这个人数，中国大陆的人根本就不是人，他就是个数字，他就是一个数字，普通人想都不会去想3600万怎么样。
每一个人就是你我一样的是人嘛，对不对？而且中国这个中国共产党从一拿到这个权力以后，一直不断的推行这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开始斗地主，一直到今天，他们的方式是改变了，但是他的思维是没有改变的。我觉得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应该知道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很好的评断，因为我在这边时间太短。对，那我是觉得这方面应该加强，应该了解，这是历史的一部分。我知道，对台湾的年轻人来讲，你不要这么讲，对我无关。真的，这个非常不但是对中国他认为无关，白色恐怖他也无关。他说那个时代他们完全不摆在心里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写不是给你海关的问题，是杜正胜、那个他跟我讲这一段历史，我都一点都不了解。杜正胜呢还不是一般，他是历史学者，是对不对？又是院士，他说我也很希望看一看到底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知道，就是说台湾的不是对中国不了解，是真的对台湾自己本身的发展他也不了解，不了解而且不感兴趣。对，他也不见得感兴趣，就是这个就是台湾现实。你说要怎么改变，其实台湾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台湾过去，我想你读书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台湾是什么，台湾史是什么。对，那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有一点演变过的过程。比如说70年代的时候，张观子到台湾来做了一个浊水溪大都溪的大规模的研究，然后他收了几个学生，陈庆南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开始他那时候做的是地方志那样的东西，就是讲在中国的范畴里头看台湾的社会变化，这样讲比较清楚。这是70年。到了80年的时候，在70年之前，历史系或什么系研究台湾史，都是把台湾当作清朝的地方志的做法。80年代开始改变，就是我这里面比较有趣，就是政治跟文化、政治跟学术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在台湾史研究可以看得出来。开始进来的那一位学者，开始做日治时代的台湾，他在日本拿到读书。博士学还没有念回来，他就回台湾教书，他就开始引进讨论日治时代的台湾，这个已经是打破了那些范围。所以到了李登辉当总统，其实情形开始改变，台湾史在80年已经变成显学，很多人花力气去做。是他们当然做白色恐怖很多，日治时代也很多但是呢，就是台湾史现在发展到今天，已经打破了很多人的观点，比如说教科书的改变，这些对于年轻学生其实是有帮助的。是的，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第一要了解台湾自己本身的历史，是，还有要知道中国大陆那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其实可以一直谈下去这个非常有趣这个题目，但是我们今天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OK， 没问题，谢谢。